所有人都说这是他们二十年来遇到过最诡异的案子。冤魂索命，冤屈难伸啊。这是个连环杀人案。这是张小萌，他聪慧异常，擅断其案。如果真的是谋杀，那凶手一定另有大谋。我们没有找到真相，或许是因为没有接近源头。下面我该死，是你的冷漠害死了他。听说他在场活还如今胆敢陷害太子，